信星出生。 斗罗大陆将会迎来全新的变局。哥，小七睡着了。嗯，哥，刚才我看你神色凝重，又是因为斗罗大陆的事吗？神界一天，凡间一年。当初我本想在斗罗大陆多停留一些时日。 却因善良与邪恶两位神王的赌约而不得不回归神界主持大局，却不想神界之中二十多年过去，斗罗大陆万年之后，唐门却已凋零。善良和邪恶那两个家伙实在太狡猾了，以赌约为名，自己下界去玩了。4000多年前那次地壳变动引来的大陆碰撞，不但令斗罗大陆面积增大了一倍，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变数。 我回归神界之后，便不能干涉人间，只能作为旁观者，见证斗罗大陆万年的斗转星移。4000年前，来自西方的日月大陆，随着板块漂移撞向斗罗大陆，日月大陆上的日月帝国与原斗罗大陆各国瞬间进入战争，装备了唐门暗器的斗罗联军，却被日月帝国打得溃不成军。万年前，斗罗大陆只有两大帝国，天斗帝国和星罗帝国，而万年后的今天。 整个世界分化成4个帝国，纷争不断。唐门也是从那时开始衰败的，在经历4000年风霜，唐门由盛而衰，已然凋零。我虽然身为神王，却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唐门的衰败。 哥，你也别想太多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门的凋零也是因为时代与位面的进步。唐门毕竟是我一手缔造，实在舍不得它就此消亡。最近，斗罗大陆似乎有一颗新星应运而生，更与我唐门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新星？我试图看清它的命运，却迷雾重重。 一大早的就让我俩巡逻了，少说两句吧，早点巡完早点休息。嗯，你是谁？胆敢擅闯公爵府？你是小公子，但……我不姓戴，从今天起。 我姓霍，你来是要进府吗？不是离开，永远离开这个肮脏的吃人的房子。你疯了吗？知道这里的主人是谁，知道他的地位有多高贵。我很清楚，他是一个混蛋。小公子，他哪里去了？ 你还叫小公子，被公爵夫人听到，扒掉脑袋。他身上那把白虎匕首，可是公爵大人的信物啊！莫非他就是那个孩子？对啊，他不是说他不姓戴，姓霍？算了，这事千万别跟其他人提起。公爵大人也快回来了，我们小心点。
若云儿不准再出公爵府内，你不配。从今天起，搬到后院的柴房，那儿才是你该待的地方。还有你那个孽种，也给我滚去柴房！ 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为您证明。 已经走了六天路，应该快到了吧？星斗大森林，斗罗大陆上最大的魂兽聚居地，在那里，我可以狩猎魂兽。魂兽死后会浮现魂环，魂环被杀死他的魂师吸收之后，能帮这个人突破修炼瓶颈。只要一个魂环，我就能从魂师突破到魂师。 烤鱼卖不卖？好香啊！你是怎么做的？我请你吃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小雅，这小兄弟还没吃呢，你倒是先吃起来了。你叫我什么？好了，小雅老师，请行了吧。 差不多，祝你的身份。大哥哥也请你吃。小兄弟，你还没吃呢，这些鱼是你从河里抓上来的吗？没事，我可以再烤。我叫贝贝，他叫唐雅。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霍雨浩。太好吃了，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
谢大哥，程姐姐，我要先走了。霍小弟，你这是要去哪里啊？这里荒郊野外的，而且距离魂兽出没的星斗大森林不远了。多谢关心，后会有期。他不会要去星斗大森林吧？我感觉到他身上有一定魂力，可能就是去猎取魂环的。他的魂力很弱，贸然闯入星斗大森林会有生命危险的。 精神属性的人类，但你太弱了，简直弱爆了！你的身体怎么这么脆弱？什么东西？敢和哥抢人？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 天幕冰蚕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精神属性的人类，
竟然有混蛋敢跟我抢！这混蛋的力量既不与我的力量冲突，也不会被我影响。先不管了，当务之急还是赶快融化。 在星斗大森林里吗？这是在你自己的意识之海中，或者说是精神之海。以后，这也是哥的家了。啊？谁在跟我说话？我是在做梦吗？做梦？要是能有这样的梦，你岂不是要美死了？我说了。 这是在你的精神世界里。精神世界又是什么？你真是傻得可以。我刚刚拓印了你的记忆。拓印记忆？我从头说起吧。你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叫灵眸的五官，要是想让它发挥出威力，就需要将魂力转化为精神力，再通过灵眸释放而储存精神力的地方，就是你的精神之海。 具体位置就在你灵眸后面的大脑里。而哥就是斗罗大陆绝无仅有的百万年魂兽，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枚智慧魂环——天梦冰蚕饰演。便宜你一下，天梦冰蚕，叫我天梦哥。 好吧，天梦哥，你说你是百万年魂兽，你为什么会选择我？不是说第一个魂环的年限不能超过400年吗？你以为我愿意选你？我是没办法，不然哥的生命就要终结了。这中间过程太过曲折，我以后再跟你讲。你看，你看到这十个光球了吧？他们是我设下的十层封印，也是我赋予你第一魂环的力量。魂环？我有魂环了。你现在拥有第一魂环的身体，最多只能承受400年魂兽的魂环。那么，你的第一魂环实际的威力就是400年。等你以后突破，随着你身体承受能力的提升，魂环年份也会提升。就连以后获得的其他魂环也是如此。 魂环威能还能改变？我可是百万年魂兽，更是史无前例的智慧魂环。我所化身的第一魂环，不但可以根据你的身体状况进行进化，更会赋予你4个魂技。不过我没有魂骨给你，但可以给你增加一个武魂。4个魂技，1个武魂，厉害吧？ 我赋予你的是冰属性的武魂，但还没有形态。等你什么时候吸收了第一个冰属性魂环时，你的这个武魂才会定型。所以，以后在你选择魂环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多听我的意见。好，那我的4个魂技又都是什么？ 这就要靠你自己去体悟了，但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赋予你的4个魂技几乎都是辅助型的，没有太多攻击能力，还有为防贼人盯上，人前你只能说拥有一个魂技。你现在还很弱小，想要变强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明白了吗？ 明白。没有人能够一步登天，只有一步一个脚印。依靠自己的勤奋与努力，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多好！
该出去了。怎么还不醒啊？他的气血平稳，体内魂力也很正常，而且十分旺盛，应该是刚刚突破进入了魂师级别，他的身体需要融合这部分力量再适应突破的魂力，自然是需要时间的。可惜了，只是十年的风飞飞。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这两个人是唐雅、贝贝。小雨浩，你总算是醒了，急死我了，你再不醒我可就保护不了你了。保护？不错，有危险来了。小雅姐姐的两个魂环竟然都是百年级别的，三环，两个百年一个千年，最高配比，只比我大上四五岁的贝大哥竟然已经是三十级以上的魂尊强者了。是千年级别的曼特罗蛇。太好了，贝贝，我就要这个千年魂兽。小雅，周围很可能还有其他魂兽，你注意保护，我自己对付他。还有顾好雨浩。这是蓝银草。现场魂师，武魂是蓝天霸王龙，但曼陀罗蛇速度太快，不容易锁定。有生以来，除了妈妈之外，还是第一次有人护着我。精神探测和精神共享可以帮助贝贝。我要帮贝大哥，我不是废物。第一魂技，精神探测。共享，这是雨浩的魂技吗？方圆三十米景物，任何细微变化都会立刻反映在大脑之中。有了这份精神探测辅助，就算对曼陀罗蛇这种极善速度的魂兽，我也能料敌极限。第二魂技。雷霆万钧，小雅，快！没想到这么顺利，帮我护法。雨浩，多亏了你的魂技辅助，不然这千年魂兽我也没把握对付。小雅已经到了三十级的瓶颈，此次我俩前来星斗大森林，就是为了给她寻找合适的第三魂环。这次她可要好好感谢你了。不不，是你们救我在先，我理应报答。小雅姐的武魂是什么？小雅的武魂是蓝银草。蓝银草，创立唐门的海神唐三，他的武魂也是蓝银草。雨浩，你也知道海神唐三？在这片大陆，每个人应该都知道他的传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讲过他的故事。万年以前，唐门第一任宗主唐三
带领史莱克七怪击溃了当时不可一世的武魂帝国，改变了整座斗罗大陆的格局，奠定了魂师发展的未来。而他本人更是突破了99级封号斗罗的极限，成为不死不灭的更高存在。神奇，不错。而小雅的蓝银草虽然天赋不错，但是与那位先祖唐三的蓝银皇相比还是有不少差距。那小雅姐是唐门当代门主。那你的魂力消耗很大，快坐下，我帮你调整呼吸。成功了。小雅，恭喜你了，这次这么顺利还真得感谢霍雨浩了。你醒了？我有那么凶吗？小雨浩，我问你，你要不要加入唐门呢？我们唐门曾经可是大陆第一宗门哦，而且唐门绝学很适合你修炼。此物名为玄天宝录，其内转有唐门的鬼影迷踪、紫极魔瞳、玄玉手等等。别看现今唐门式微，但还有我这个宗主和贝贝这个开山大弟子，前途简直一片光明。不愿意。而且唐门，小雅姐，不愿意加入唐门。我已经没有亲人，天赋差，还是变异武魂。你们多次救我，还邀请我进唐门，能遇到你们，是我记事以来最幸运的一件事。我愿意跟你们一起重振唐门的辉煌。好，说得太好了，只要我们刻苦修炼，不断提升修为，将来必能夺回唐门府邸和基业。小雨浩，等出了星斗大森林，我有个惊喜给你。小鱼号，你的烤鱼手艺真是太厉害了，等吃完奖励你见识一下唐门绝学。紫极魔瞳、玄玉手、鬼影迷踪、暗器白解、恐吓青龙。唐门绝学果然不同凡响。雨浩，我来传授你一些基础身法。这小子行不行啊？没事，再来。雨浩的经络十分狭窄纤薄，多条经络聚合之处还有紊乱的迹象。身体天赋如此差，得依靠多少毅力才能将魂力修炼到十级啊？史莱克城，天下第一学院史莱克学院就坐落其中。小师弟，能考入史莱克学院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这是真正的
强者摇篮，天下第一学院史莱克学院。你们好慢啊！这小雅老师，你太快了。我们到了，那是史莱克城，天下第一学院史莱克学院就坐落其中。小师弟啊，能考入史莱克学院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这是真正的强者摇篮。天下第一学院史莱克学院送你的惊喜就是史莱克学院的免试入学名额。免试入学？我们唐门先祖唐三正式毕业于史莱克学院。唐门创立之初，史莱克学院几乎所有毕业生都加入了唐门，这份休戚与共的关系一直保留到现在。即使唐门现已没落，史莱克学院还是会每年给唐门一个免试入学的名额。现在这个名额归你了。不过你也不能放松，史莱克学院每三个月就会有新生考核，不能通过考核的学员同样会被淘汰。我一定会尽全力留在学院的。孺子可教也，为师我颇为满意。这件储物型魂导器算是你拜入唐门的礼物，是仿照第一任宗主的24桥明月夜制成的，你可以用来存储物品。是，小雅老师。你别这么老实乖巧好不好？好的。就快到学院了，我们穿过史莱克城就可以进入学院。好繁华。那是魂导器。交通工具型魂导器。史莱克城的魂导器技术领先于原斗罗大陆各国，仅次于日月帝国。我在公爵府从未见过这么先进的魂导器。魂导器。史莱克学院能有如今的地位，源自于4000年前的那场战争。日月大陆与斗罗大陆相撞的那场战争吗？4000年前，来自西方的日月大陆与斗罗大陆相撞，日月大陆上的日月帝国与斗罗大陆三国瞬间进入战争。战争初期，装备着唐门暗器的三国联军被日月帝国的魂导武器打得节节败退。那也不见得唐门的暗器不如魂导器，唐门有很多威力巨大的暗器，有些甚至能威胁到神。威胁到神？我刚认识小雅的时候，他对魂导器的排斥还要强烈。哼，不过他没吹嘘，能够威胁到神的暗器确实存在，但只有唐门先祖唐三以及神将罗高曾打造过这样的暗器。普通暗器在与魂导武器的较量中基本是落于下风的，武器差距加上指挥混乱，使得原斗罗大陆三国联军陷入危机。关键时刻，那一代史莱克学院院长登高一呼，召集了全大陆近60位封号斗罗同时统帅三军，成功扭转战局，击溃日月帝国。从那以后，史莱克学院就不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而是独立的存在。而战争的胜利却成了唐门衰败的起点。魂导器真的有那么强吗？在宫星罗帝国那里很少见到魂导器。原斗罗大陆三国都是以魂师为尊的国家，魂师大多对魂导器比较排斥，认为那不是自身实力的一部分。魂导器的强并不只在威力上，更在于其对魂师体系的颠覆性影响。颠覆性影响？魂导器是以魂力驱动的器具，魂力是能源，通过魂导器将能源转化释放，能够变成水、火、电等各种元素。
这样一名火属性魂师也能使出冰属性魂技，那么属性相克这一魂师界古老的战斗法则就不存在了。我明白了，魂导器的作用相当于凭空多出一个魂技，而且无视自身魂力属性限制。不错，魂导器正是削弱了魂环对魂师的意义。现在原斗罗大陆的民间都逐步接纳魂导器了，但贵族阶层还比较排斥。为什么民间会更容易接受呢？任何一个国家魂师都是少数，绝大多数是魂力微弱的普通人，他们只希望改善生活，而魂导器就能做到这些。将魂力转化为推进力，就诞生了魂导车、魂导船、魂导飞空艇这样的交通工具型魂导器。小雅老师是唐门宗主，自然排斥魂导器，但暗器跟魂导器也不一定水火不容吧。我们到了。飞学长，您回来了。这位是我们唐门今年免试入学的霍宇浩，我带他来登记。好的，请跟我来。贝师兄似乎在学员中很有威望。这七位就是铸就史莱克学院最初辉煌的史莱克七怪了。排在首位的是战神戴沐白。战神，他就是白虎公爵的先祖，也是我，不，与我无关。这位是凤凰之神马红俊。这位是食神奥斯卡。左边第一位就是咱们唐门先祖的妻子，共享修罗神神奇的小舞。在他后面的是速度之神朱竹清，是战神戴沐白的妻子。再后面是有着最强辅助魂师称号的九彩神女宁荣荣，她是食神的妻子。中间这位就是咱们唐门的先祖，修罗神和海神双神一体的唐三了。好英武，就算雕像也能散发出一股威严神韵。这三位是史莱克学院的创始人，中间这位是我家先祖之一，有大师之称的玉小刚，他创造的史莱克学院武魂各系执教基础，是武魂界十大核心竞争力。大师的右手边是他的妻子刘二龙，另一位则是他的挚友，史莱克学院首任院长弗兰德，他们三人并称为黄金铁三角。从这里就要分路了，往左是武魂分院，往右则是魂导分院，是史莱克学院的两大分部，都是外院。外院？史莱克学院分内院和外院两个部分，外院学期六年，期满后只有通过内院考核才能进入内院。这是海神岛和黄金古树，学院最美的地标景观。某种意义上，内院学员才是史莱克学院真正的学员。真正的学员？史莱克学院的校训是只收怪物，也就是天才，内院历来只收最精英的天才入院，
外院是应三大帝国要求才扩建的，用来收三大帝国推进来的学员。我和贝贝都是外院三年级学员，再过几年我们也会挑战内院考核。以小雅老师和贝师兄这么强的实力，都还不是内院学员吗？内院学员都是万里挑一的天才，我曾见过一位内院学长孤身进入星斗大森林，赤手空拳击败三头万年魂兽，还将他们活捉带回学院，据说这是他抽到的考核任务。这里就是魂导院，大门前是当年合并加入史莱克学院的风、火、水、电四元素学院的传奇人物们。你好，我带学弟来报道。登记完毕，一年级一班，贝学长，这是新生制服和初级徽章。谢谢。宇浩，宿舍就在教学楼后面，待会儿你自己去就行了。三天后新学年正式开学，第一年的学费我们给你交了，以后就要看你自己了。谢谢贝师兄。小雅，我们也该回去报道了。小雅，怎么是那个变态老姑婆？她不是教三年级的吗？变态老姑婆，你的新班主任。咱们史莱克学院外院的怪物学生不多，但怪物老师确实不少，更以这位周老师为最。小宇浩，我已经开始同情你了。欢迎来到新生宿舍。老爷爷您好。我是新生，来入住宿舍的，请问201是怎么走？去吧，上去二楼第一间。啊，谢谢。少见的有礼貌的孩子。舍友还没来，先抓紧时间修炼。果然如贝师兄所说，唐门玄天功是大陆最好的修炼功法之一，我才修炼几天时间，就已经将体内淤积的经脉疏通了。嗯，这功法真不错，挺适合你的。天梦哥，那个玄天功将你的身体改善了不少。嗯，还有那个紫金魔童跟你的灵龙武魂很契合，二者结合效果会很不错，也算是让你有一个基础攻击魂技了。天梦哥，我一定努力修炼。我要沉睡一段时间，你先照现在的路子修炼吧，等你突破到需要第二魂环的时候，我自然会醒来。我想要找你还能找到吗？如果你遇到不可抗的危险，我自然会帮你，放心吧。
身上只有几个银币，根本买不起像样的晚饭。贝师兄说，学院会定期发放一些任务给学员，奖励还很丰厚。等开学后，我就去接一些任务。圣女到了，你好，我是你的舍友，让开一下。我有几条规矩你要记住：一，不许随便带人回宿舍；二，不许在宿舍中光着身子；三，睡觉不许打呼；四，不要打扰我；五，宿舍的卫生归你打扫，但不许动我的床铺。听清楚了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不听我的，我就把你打出去。不信你试试。试试就试试。我们下楼。好，你叫什么名字？我不奏无名之辈。在问别人的名字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报上自己的？我叫王东。我叫霍宇浩。很好。我想你的名字很快就要在史莱克学院消失了，走吧，笨蛋。不认吗？我输了，你快起来。刚才我要是用刀，你已经死了。你之前说的五条，我不是不能做到，但不是因为你的威胁，而是出于对室友的尊重。我知道，你要是用武魂的话，我肯定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记住，不要再侮辱我。
排课时间7:30，起床喽！今天是周一，祝您心情愉快。喂，今天开课了，你还傻坐在这儿吗？现在就开课了吗？还有半个时辰吧。哦，那我再修炼一会儿。真是个疯子。我叫周一，是你们的班主任。在我的班级，一切垃圾都不可能通过考核。我要培养的是怪物，不是蠢货。报名这几天打过架的人起立。哼，就两个。真是一群废物！难道你们不知道什么叫敢于面对挑战的才是强者吗？其他人都给我出去，绕史莱克广场跑100圈。哪有这种规矩？谁跑不完，直接开除。老师，我不服，凭什么我们没有打架就要跑步？因为是我说的，不服可以滚蛋。万牛魂环，逆环魂技！提醒你们，你们只有一个时辰，没跑完100圈的退学。总算还有两个有点血性的孩子，说吧，你们是跟谁打架，又是为什么打架？报告老师，我们是室友，因为一点小事起了矛盾。哦，还是室友，打得好，室友打架最好，这样就有了竞争，还能共同进步。不过现在嘛，你们也可以去跑步了。老师，您不是说我们俩有血性吗？可我没说过你们不用跑步啊。记住，你们跑100圈的结束时间和其他人一样。你拉我干什么？这老师简直是个疯子。你能说得过他吗？你能打得赢他吗？如果不能，而你又想留在史莱克学院的话，就只有按照他的话去做。而且我觉得周老师教学严格是为我们考虑，毕竟史莱克学院的考核都很严格，快跑吧，我相信。
很好，总算没有全让我失望。我念到名字的人都可以收拾行李离开学院了。程程、邱建饶、唐刀、上官陈天、林泽宇、诸葛云、泰龙、唐林、云小飘。老师，为什么我明明按你的要求跑完了？跑完了？在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因为我尚未到史莱克广场，你偷偷骑了两圈，因此你跑了98圈。我可是你也不能因此就开除我呀。史莱克学院培养的是怪物，是斗士，必定不是圆滑投机的普通人。有实力却没有良好正直的心态，培养成才后带给任何国家的都只会是灾难而不是帮助。你不配成为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收拾东西滚蛋。你我点出的这9个人全都是在跑步期间偷奸耍滑的，不服气的话尽管去教务处告。老师，他是在别人帮助下他跑完的，为什么没有被淘汰？我之前并没有说过不许相互帮助，如果在跑步过程中有人愿意帮你也可以，但有人帮你吗？快滚，剩下的人都回教室上课。这老太婆也太狠了。谢了，如果不是你，我恐怕也……别谢，如果不是和我打架被老师留下浪费了时间，你自己也能完成。我们现在开始上课。霍雨浩，起立。周老师，报出你的魂力等级。是，我的魂力是11级。11级？他怎么进来的？丢人，太丢人了！我怎么会输给一个魂力才11级的人？等等，史莱克学院的录取基础不是15级吗？不错，霍雨浩的魂力只有11级，他是学院的特邀生，但这也是特邀生唯一的魄力。如果不能完成学院布置的学习任务，通过考核，一样会被淘汰。好了，霍雨浩，你坐下。开始身体素质训练，下课。霍雨浩，你到我办公室一趟。霍雨浩，我这人不喜欢说废话。你的武魂我很好奇，以我的经验也无法感受到你的武魂是什么。现在我要知道答案。周老师对霍雨浩怎么那么特殊？课堂上分明是在护着他，把他的魂力等级不够却被录取的情况说明，以后就不会有人以此说事了。那下课后还找他干什么呢？难怪唐门会选上你作为特邀生。我说呢，唐雅那金管丫头。霍雨浩，你跟我来。
这孩子很适合魂导系。他不行，身体素质和魂力都太弱了，恐怕连威力最小的定状魂导器都拿不起来。霍宇浩，给他感受一下。这一个魂技就同时拥有探测和共享两种效果，如此奇特的魂技怎么会出自十年魂兽？人前你只能说拥有一个魂技。他的眼睛是本体武魂，又是精神属性，吸收风属性魂环能够不受到反噬，本身就是奇迹。会不会是触发了小概率魂技变异？有可能。彩头过来。老师，让这小子辅助你试射定装魂导炮，打移动吧。好嘞。我竭力研究十几年，终于继日月帝国之后研制出了定装魂导器这种最恐怖的魂导器，现在缺乏的就是使用者呀。定装魂导器本身超高的造价也是致命缺陷，注定不能大范围使用的。我研究定装魂导器从未想过在魂师之中推广，只需要有极少数的魂师能够使用，那么定装魂导器就将成为咱们学院真正意义的杀手锏。小兄弟，我们开始了。移动吧，发射。所有靶位全部命中，进入下次关卡。小兄弟，站稳了，这一次感觉会很不一样哦。来吧。兄弟，你这个能力很特别，不过探测距离还是有些不够。若要配合定装魂导器，这个魂技探测距离至少需要达到100米以上。可惜了。范宇老师，我的这个魂技会随着魂力的提升而扩大探测范围。这不可能，魂技怎能进化？从我拥有这个魂技到现在，探测范围已经提升了直径1米。如果有一天这个距离能达到100米以上，你就来找我，我教你制作魂导器。是，谢谢老师。彩头，你带他到一边，给他讲讲什么是定装魂导器。好嘞。但愿他这魂技真能够持续进步。何大哥，谢谢你刚才保护我，以后叫我宇浩就行。以前也有人叫我大哥。小宇浩，你不错哦。现在大家都叫我菜头。何大哥，刚才那个魂导器威力可真大呀。那是定装魂导器，我们魂导系主要研究的就是近战魂导器、远程魂导器、定装魂导器这三类军用魂导器。那这三类有什么区别呢？近战魂导器外观类似于我们平时常用的刀剑、匕首之类的武器，但是可以爆发出比普通武器更强大的攻击力，附带魂力属性，如火焰、寒冰、雷电、防御等。那远程魂导器呢？
远程魂导器需要注入的魂力比近战魂导器多，但是攻击距离远。定装魂导器不要求注入太多魂力，且射程更远，威力更大。那就是说，定装魂导器简直碾压远程魂导器啊！凡事都有代价，定装魂导器制作更加精密，耗材更加珍贵，且魂导器也遵循属性相克。定装魂导器并不是无条件压制远程魂导器。原来如此。而且定装魂导器还有一个最大缺陷，就是难以定位瞄准移动目标。所以番禺老师才想尝试用我的精神探测来精准定位。定装魂导器威力恐怖，如果能精准定位目标，理论上能让一名魂师的攻击力增大十倍呢。十倍？努力哦，等你成为我的小师弟。霍雨浩，我们走。何大哥，我先走了，我一定会努力修炼，抓紧提升探测距离。霍雨浩，番禺老师是咱们学院首屈一指的魂导师，如果你能成为他的弟子，前途不可限量。不过你必须先通过新生考核，否则我就会将你开除，规矩不可废。小雅老师，小雨浩，你很缺钱吧？晚上这里见，为师带你赚钱去。距离上课时间还有5分钟。霍雨浩，我一直很奇怪你的武魂是什么。我的武魂你见过了，大陆上最美丽的蝴蝶，光明女神蝶。我的武魂是眼睛，我叫它灵眸。那天你之所以无法攻击到我，就是因为我用魂技预判了你的行动。怪不得，不过我的武魂可比你的本体武魂还要稀有。对了，你的第二魂环怎么就是紫色的千年魂环了呢？这个呀，是秘密。全体起立，广场集合。这些是用来提高身体素质的铁衣，每人穿一件，绕广场跑到下课铃响结束。可以使用魂力，但不能使用魂技。按照跑动圈数排名，最后一名将被开除出新生一班。同时今天决出班长人选。老师，我是辅助系的，难道也要穿着这个衣服跑吗？我知道很多人觉得不公平，自古以来魂师按自身武魂的不同分为强攻系、敏攻系、辅助系、食物系、控制系、防御系等，你们选择的方向不同，身体素质也就不一。但在战场上，敌人会因为属性有别或者男女差异就不杀死你了吗？开始跑圈。生呢？电梯啊！他怎么还在跑？我跑的圈数最多，已经不可能有人超过我了。那家伙明明魂力和身体素质都是最差的，竟然还在坚持，到底是怎样可怕的意志力？我不能被开除，要通过新生考核进入魂导系，怎么能在这儿倒下？
可是到极限了，这是玄天功，难道在身体到达极限的情况下就能在行动中运转玄天功，而不一定非要冥想？在力竭时运转玄天功，经脉竟受到加倍滋润，平时不敢大力疏通的纤细经脉不仅变得更有弹性了，还拓宽了些。虽然体力仍在消耗，但机会难得，我得再撑一会儿。这不仅是对他们身体的锻炼，更是对他们意志的磨练。这些孩子竟有如此意志力，实在是让我惊喜。尤其是我制定的规则是要求你们一直跑到下课铃声响起，但是除了霍宇浩之外，你们没有一个从头跑到尾，所以全部淘汰。不过看在你们最后能够在霍宇浩的带动下燃烧起几分血性的份上，就不再进行惩罚了。今天没有人会被淘汰。我从教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意志力。霍宇浩，你带给我太多惊喜了。这九十一个孩子彼此还叫不上名字，就凝聚出了集体荣誉感。我宣布新生一班的班长是霍宇浩。霍宇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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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宇浩。为什么先前不断产生的暖流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因为我的体力恢复了吗？王东，你怎么不等我就回？对不起，什么情况？我为何要道歉？什么毛病？这么粗暴，还想打一架？大家都是男人，干嘛遮遮掩掩的？你不是说好晚上在这见面的吗？我都等半天了。小雅老师，我们要去哪儿？到了你就知道了。这就是我送给你的惊喜。烤鱼车，你
以你的水平，挣点生活费肯定不成问题。我们现在就去试试。很精确，刚好派上用场。食堂林大娘卖咱这鱼，成本是1个铜币，以你的手艺，卖5个铜币一条毫无问题。这些工具，本师傅送你的。星海老师，你说的赚钱就是卖烤鱼啊？对了，贝师兄呢？这种小事不用麻烦贝贝了，你专心烤鱼，我来帮你打下手。江南的，学弟，你这烤鱼怎么卖？5个铜魂币一条。有点贵了，考虑到成本和你的加工，最多3个铜魂币就可以了吧？你还有的赚。抱歉，我的烤鱼不二价，而且今天的都已经卖完了。对不起，我只是随便计算了一下，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再尝尝。小子，你敢什么？三十，你欺负我小师弟，今日之事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不然我们就上斗魂区决一胜负。他是你师弟，那又如何？他不给江南的面子，就是不给我面子。一条烤鱼而已，我已经付了钱。那是宇浩留给我的，贝贝，你还和他废什么话？揍他，揍得他生活不能自理。
你家小雅还是这么脱线，也罢，不就是上斗魂区吗？走。咱们也去看热闹去。听说他们有斗魂比赛，快去看看。真的？在哪？是聊谁啊？这边喝了，我们也去。怎么不理他们？快走！快呀快呀！这是小杰。魏师兄和那个徐三十的斗魂比赛怎么吸引了这么多学员来看？那是当然，贝贝和徐三十他们两个，一个号称万院最强攻击武魂，一个号称万院最强防御武魂，他俩的斗魂肯定吸引人。师兄这么强吗？还有那个徐三十，居然是万院最强防御武魂。你家小雅也太狠了，直接上我一枚龙须针。少废话，报仇一粒玄水丹，否则我现在就给你插回去。别别别，怕了你了。学长，准备好了就可以上场了。我们随时可以上场，谢谢学妹。走，上斗魂台。你怎么也来了？学院里都在传什么外院最强攻防战，我当然要来看看。你怎么也在？我，小雨浩，你还没给我介绍一下呢。还挺漂亮的。小雅老师，这是我的室友王东。王东，这位是唐雅，我们的学姐。好粉嫩的小帅哥啊！小雨浩，你做做工作，把他也吸收到我们唐门来，怎么样？你是唐门的人？是啊是啊，而且我还是当代唐门宗主。怎么样，是不是很震惊？来吧，唐门欢迎。好，我要加入唐门。你真要加入唐门？我希望加入唐门学习暗器。这件事我考虑一下，回头让宇浩告诉你答复。宗主，我特许你这么做。史莱克学院万院三年级贝贝挑战四年级徐三十，双方准备好了吗？比赛开始。那家伙拥有一种很强的变异武魂，叫做玄冥鞭，水土双属性，防御力非常强，号称固若金汤。
他的修为和贝贝差不多，都是顶级的圣武魂。徐三石和贝师兄一样，也是三魂魂宗的。盔甲盾。防不顿，那就试试龙爪第三魂技雷霆之怒。好啊，看是你的龙爪锋利，还是我的护盾更强。第一魂技玄冥阵。玄冥阵同时具有震退和玄冥效果，你贸然出手只会暴露破绽。急于求成，你输定了。精神探测共享来辅助贝师兄的，后来忍不住尝试了一下天文阁所说的，还有那个紫金魔童，跟你的玲珑武功很契合，二者结合效果会很不错。想不到魂力很快就耗尽了，躺下去。你怎么了？魂力透支了，没事，睡一觉就好。魂力透支，徐三石突然脚下绊蒜，是你干的？我们回去说。那是寻水丹，不会吧？学弟，雨浩就麻烦你照顾一下了。醒了，记得提醒他，别忘了明天继续卖烤鱼。你就知道吃啊！走了，再不回去就违反学院规定了。真的是玄水丹，玄水丹能大幅提升魂力，且药性温和，易于吸收，更具有洗精溢髓的功效。一枚玄水丹售价得有10000金魂币吧？那位贝师兄居然这么大方。不过这玄水丹服用后，有个可怕的副作用，